跟比国外低啊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根本就是假的，人家就是在资方的那边，然后想尽办法替资方努力，但是想要替资方找便宜劳工，那我觉得是根本就是假的，真的会回来吗？真的去问，真的会回来吗？对啊，因为真的不可能比国外便宜嘛。对啊，那你说你打着一个说拼经济的口号，但事实上你要做的，你只挂着那个拼经济，所以要怎么样要怎么样，但事实上想起来他说的条件都是站在资方的立场想，就是要把劳方的条件全部降低啊，还外劳脱钩，本劳一定会更便宜嘛，对吧、啊？大家都想尽办法钻牛角尖去找外劳啊，便宜的、啊，谁还会请你笨笨的本劳？你说那增加什么就业机会，根本是，我觉得根本就是骗人的，对啊，对啊。哦，是啊，讲讲好气哦，谢太多了，哈哈，很多这样、啊。好的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那你们这个移工联盟是有多少人在？有多少人参加这个组织？组织有很多团体，啊、哦，有很多，就是外劳团体，移工联盟。对，那我们今天到场的，其实我们中南部的、高雄的也都有上来。哦。今天我们预计，我们也大约有200-300的外劳上来参与这个活动。对。那我们本国人有多少人参与这个联盟？据今天现场估计我不知道，但是还蛮真的蛮多，但是在。组织在谈说应该是大约至少2-3千。哦，有两三千。有两三千、哦、对。是。你是台湾人吗？我是台湾人。啊，你是学生吗？还是已经就业了？工作人员。啊，你已经。好，谢谢你。谢谢。好了。